25岁啊。那不过他的背景是从其他的学校念完之后，又重考到我们学校来的。那这个竹信的女同学呢，她是这个学期才啊，对不起，这个学年才刚入学的啊。她比较特殊，她是利用商业类以及证照绩优管道，以第一志愿这个考取我们的幼保系啊。那她今年才19岁。那大概这两位同学的背景资料是这样。那目前跟导师的了解啦，就是竹信同学女同学才刚结束一段恋情，那大概只有多少对了解到这样。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呢？关系两个不同系，我们目前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认识的。是男女朋友吗？